洪永成、邓佩仪、王嘉文、邓卓恩、丁子朗、周子康等为生态纪录节目宣传，大玩游戏测试视觉同嗅觉。Tony 嘅队伍输咗要罚饮苦茶，周子康仲要孭赢家丁子朗踩脚底按摩板，痛到佢面容扭曲啊！节目追踪野生动物足迹，拍过好多旅游节目嘅 Tony 都分享咗喺肯亚酒店睇野生动物嘅经历。咁咧，佢喺门口咧就摆咗好多张卡，即系例如。河馬啊、長頸鹿啊、獅子、老虎啊，即如果你想睇咩咧，工作人員咧就會夜晚可能甚至佢經過嗰陣時候咧，長頸鹿佢會話俾你聽，你可以出去睇啦，而家咁樣。除咗近距離觀賞野生動物 ，Tony 更試過喺節目中食牛屎啊。不過導遊話冇事嘅，咁其實好小事啫，又唔係有啲咩毒，咁只不過即係佢係即係屎味嘅朱古力啫，咁所以就。你可以食到嘅係 Tony 同 Gloria 都係愛狗之人 ，Gloria 嘅愛犬喺加拿大，所以唔可以經常見面。我加拿大嗰邊有養兩隻狗仔咯，咁其中一隻咧就係我由細到大，我每一次放學翻屋企咧，我都同佢一齊瞓嘅。咁佢就而家慢慢開始老啦，所以每一次我以前每一年翻去探佢咧，都會覺得好心痛啦。